欢迎收看二分之一强，欢迎来到女人的殿堂。哎呀，我话说今天这主题啊，就是来对了嘛。这什么主题？你有没有听过女孩子有两个胃？一个是吃女孩子两个胃，牛还有四个胃。我根本牛比干你都帅。你知道呢，女孩子就是这样子嘛，吃完咸的每次都说好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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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是有一样东西上桌我们还是可以吃。对，就是男人。点的甜点，甜点呐、啊，对不对？而且今天我们就是小任性，十一点我们就是要跟你聊甜点喽。是啊，聊得你心痒痒的，甜点永远塞得下。哎，而且呢，是我们的这个我们联合国的代表呢带来的，他们觉得最好吃的甜点。真的吗？我还要再相信他们就对了。这不有的可以相信啊，有的你觉得啊就是他咖的。因为上次有介绍过一次甜点了嘛，说大家还蛮喜爱的，所以我们赶快来做 Part Two。好的，那所以今天我们也请。到了哪里有天师就往哪里去，我们的艺人团代表欢迎三位。因为吃甜点一般是那种少女心，有没有？对呀、啊，你怎么知道？對對對，就像我们甜死人。真的，那怎么会发前两位呢？所以呢，对面呢吃东西呢，甜死人不偿命。我们的联合国代表欢迎。自己动手做甜点料理，不仅能满足口欲，又能吃得健康。不过该如何制作，时常让人伤脑筋。今天型男们就要来教大家各国最风行的国民甜点，让你在家也能轻松 DIY 完成哦。有一些甜点真的是甜死人，有一些是甜的刚刚好。所以今天这些型男们，今天这些联合国来宾们呢，会带来什么样的甜点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每一个人都是带来他们国家最具代表性的东西啦，对对对，所以你今天就是带来肉圆跟这个草莓酱。为什么有肉圆？是甜点的肉丸，没有这样子，但是也是跟肉有关系的。哦，肉桂甜哦，肉桂卷，这不好吃，去 IKEA 就一定要吃啊，对，好吃它。而且你在逛的时候，那个味道就一直传过来，你就很想要往那边过去。但这个好像很难做，你确定？其实肉桂圈是算蛮简单的，真的。它不难，但是重点是就是有一些时间上的问题而已。那我们今天就是要做肉桂圈，所以我们这边就已经有准备食材。那我们第一个脚步就是开火嘛。哦，好重要哦。这个哇，太重要了，马丁老师教我。忘记叫瓦斯了，是，因为啊，仔细看哦，他看的是小火，因为我们要把奶油融化，奶油哇，这么多奶油哦，奶油这么多，我跟你讲，甜点就是这样，你看它的制作过程，你就不会想吃，所以女生都不想看，直接吃就好了。那奶油融化完了，我们也会把牛奶加在一起。哇，会倒牛奶哦，真的好帅，会倒牛奶，谁不会啊？哇，比小杨哥该拿的好啊，真的。现在我们就开小火一点，小亮哥，因为这个现在的温度就是要在大概40到50度左右，不能太热，就是要逼你的那个体温再高一点点。那这个就是重点是说，因为比如说在瑞典，我们通常用的是新鲜的发酵，不是发酵粉吧，是发酵。发酵快吗？酵母粉，发酵粉呢？快速酵母粉，对，就是新鲜的。但是因为今天要用的是的，不好意思，一般都新鲜，很少人用菜脯。那这个面粉里面呢，我们就是加我们的发酵粉吗？天然酵母，对，快速酵母粉，让面粉发酵，对，然后再加砂糖，认真一点，有啊。放砂糖，然后我们还有就备一点点的那个盐，把那个这个我们等一下，我们先把这些搅拌和在一起。因为这边是有面粉、发酵粉跟砂糖。加盐巴就是专家，因为甜点就不会太死甜，对不对？对，因为然后这边的话，盐巴先暂时不能跟糖加在一起，因为盐巴会糖要跟酵母先加在一起，因为糖是酵母的食物。哦，那盐巴是酵母的哥哥。盐巴会没有，它盐巴会就是会影响到酵母发酵。而且失败是成功的母亲。酵母啊。然后这个就应该差不多了，我们就可以把它加进去，就不要滚就对了，是不是？不要滚，因为真的就是要比体温高一点点而已。那因为你的体温是37度那如果今天我做这个时候发烧呢？发烧，那会比较刚刚好吧？要
来乱是不是？没有，问一下。那我那马是这样煮泡面，真的，我们就可以，我们就可以把用烫面法的方式，哎，是发酵分吗？我们全部倒进去，你可以，你可以慢慢的倒一点点，或者什么。所以我现在想要剩一点时间。但你刚刚怎么知道那个温度啊？啊？你刚刚怎么会知道那个温度？因为我刚刚有稍微摸一下我的，就是温温的啦。不是，他没有没有，我说那个小小妞妞，他有摸到锅边，好烫。有热就好，有热就好，小拇指啊。然后这个就是要开始搅拌，然后现在它基本上其实就跟我们一般做的面包一样，哇，对，面团的啦，对，面团嘛，对，然后哇，马丁好厉害，马丁，我餐厅那边需要一个点点师傅，要不要来？马丁，突然你会做甜点，真的？他刚刚把剩下的糖加进去，不是糖啊，是盐巴，盐巴，盐巴，对，我们的盐巴，因为现在我就要开始揉嘛，它就已经就没有那么特别的在念这个，没有那么黏了，对，没有那么黏了，你就可以放着。然后因为这个放着，然后用那个抹布来盖，抹布就是那种湿布，不知道什么，用布，就是我们在吃那个蒸笼，有没有蒸笼下面铺的那个稍微沾湿纱布，沾湿啊，对，放在下面摸那种布，然后放在上面，然后就是会让它发酵，冷静一下，它要冷静，让它放在外面就好，还是放在冷那个冰箱？没有这个，它是要放在就是不是冰箱，但是干的跟就是没有高温的地方。对，比如说家里的话没有那个烤箱的话，你可以在你的密闭式的空间放一杯热水，是，然后让它的室温大概30几度左右，这样就可以发酵了。就像我们如果在冷气房，我们睡觉旁边要摆一个水这样。对对对对对。那在这个过程，看你要不要先做那个我们要做的一个酱。那个肉桂的酱，哎，那放自己做肉桂酱，那肉桂酱呢，我们也是一样，很多的奶油，你看吃进多少奶油，哇，下很多奶油，那在我们的奶油上。我们就加一样白糖，茶糖，哇，好甜，这应该要有最重要的嘛，肉桂粉，哦耶，这个应该要做500个 squat 才消得掉，而且如果肉桂粉买不到，我去中药行买黄连粉，没有事，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然后这个就是看你要用什么，你要用一个汤匙，你要用一个叉子还是什么，就可以了。但是因为这个重点就是它会比较难，因为这个奶油如果不够软的话，因为这个你要一直都摸，做成这个肉桂白汤跟奶油的一个酱，然后我们这个就会抹在我们的肉桂上面。奶油不能先融化，对，不能先加，你不能融化到它是一体的。对，为什么？对，因为这个它是要类似像你一般抹吐司的奶油，就是它需要那个样子，因为你要我们等一下这个面，我们就是会做成一个大片的嘛，然后抹这个在上面，那是为什么你就是需要这个？那我们瑞典特别喜欢肉桂，是因为我们觉得它有圣诞的味道，圣诞节的味道，所以圣诞节超多肉桂的味道，这也超奇妙，对，到美国也是这样。然后像我们的这个肉桂卷啊，跟肉桂，其实我们的肉桂卷它是有10月4号是瑞典做的，我们说这是肉桂卷之日，肉桂卷日，太特别了，真的。在这边一样，这个就是面粉嘛，是，然后我们就是面粉，就是也要补一点在桌上面。这边让它不会掉掉。对，因为现在我们就把我们的这个面团，然后就是要把它拿出来，是，然后看它蓬松了，哇，等下发酵了，哇，发酵完了吧，好，长这样子，然后这个我们就是可以开始磨一下。然后因为它就是还是会有点黏黏的，所以还是需要我刚刚铺了一点再面粉吧，然后可以把。你说黏黏的真的很恼人，它感觉好松哦。对啊，很绵密的感觉。对，而且已经闻到那个香味了。差不多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是做了这一块，现在就可以开始磨我们的这个，拿完这个，好，那这个我们就把它抹在里面。对，那我们这个就可以直接铺在上面。哇，好多。那一坨肉桂好香的感觉，很香，超香的。Oh yeah, baby。然后因为这个是我刚刚说的，我们就是会把它开始摸在这块。哇，我个人会就是摸的时候，比如说上面的我就不会摸到底，但是这旁边就是一定要摸到底，然后在下面也会摸到底，因为这个是圈的时候它在里面。
但是如果比如说这边在外面，然后就是它就比较容易会露出来的，不要让它露出来，对啦，还好啦，但是因为好吃，那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个量，它看起来比较厚一点，那是因为我个人就是真的是做比较厚一点的，因为我喜欢这里面的这个酱，好了，应该酱可以卷的吧？要卷，这样子可以了，好，然后我们就开始。感觉哎呦哎呦哦，这个要技巧呢。哎，真的哎，跟我想的卷的方式不一样，是不是？要不然你想怎么卷？我是以为它是要这样卷啊，对，但它现在不是这样卷吗？这样子，我以为它是要这样卷过来，肉桂卷。哦，就这样，一大块的肉桂卷，这不是油条吗？所以有刀子，好像润饼，切个大概也是切个大概就是两公分啊，吓我一跳，刚那么长，我还以为是圣旨道。好像 burrito 一个 burrito 啊，差不多啊，就肉桂的 burrito 啊。对呀，巴西人看到 burrito， 我觉得有被他做完，感觉很简单的感觉。对啊，其实真的是不难，就是重点是我们刚刚的一些发酵的时间，然后比如说打那个奶油跟肉桂啊，那个糖啊那些啊，就是比较需要花一点面团，面团的时间，手卷手会啊那个样子。我们的这些肉桂卷，就是比如说我们就可以帮他们这样子，然后我们可以。可以放在最好是要拨一个纸，或者是如果你像有那种你用的对烘焙纸，或者是如果你用那种像小杯子蛋糕的那种也是可以放在里面，但是基本上他们就是这样子，你就把他们还是要用书法纸，这边就已经可以看到他们现在就已经是我们知道的肉桂的这个形状嘛。这好像那个馒头店卖的那个花卷馒头，那个黑糖馒头，是不是？然后呢，然后你做完了就写。其实现在你去烤之前还是要盖一下，然后让他们再发酵。哦，还要再发酵，对，因为你两次发酵是最好的。然后就这个，然后把一个刷子，然后就这样子磨。摸在上面，真的蛮赞的。然后我们就是喜欢。那怎么烤啊？这个温度？啊，温度要在250，所以是高温的250。要先预热吗？啊，先预热吗？要先预热。然后因为250，然后250，然后你再放8分钟而已。所以8分钟就已经好了，这么快，很快。所以呢，为什么就你所以先要发酵完就抹一点奶油，然后我们的珍珠糖蛋液啦，对蛋液，然后我们就把一点那个珍珠糖，就这样，对，旁边一颗一颗，在旁边。哎，你会不会？哎，这个太好了，这个因为这个也会有一点融化到里面，然后它这样子会比较漂亮。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有准备了成品要给大家吃。吃看看喽，马丁的肉桂卷上菜喽！耶，我要吃。只是它那个肉桂浓度恰好，对，有的太过了，吃下去有一点。而且它面团不会很就是很硬感，对，很蓬，它只是很松哎，它就是少了一个东西，少了一杯牛奶。自己去买啊，刚好，啰哩吧嗦，而且它的面团很有嚼劲，对，很适合山东的北。你可以想想。它如果热的时候多好吃，真的，加分哦！因为几位会做甜点，先问他好了。好，我觉得大家做的比我还好吃，真的。而且因为我做的那个肉桂卷啊，吃起来是比较有咬劲的。那个马丁他做的那个肉桂卷是非常的松软，松，然后再配上我觉得让我惊艳的是那个珍珠糖，咬下去脆脆，还有咔嚓咔嚓咔嚓的感觉，太棒了，很好吃。马丁你好松，很好吃，真的很好吃，真的，脆脆的。哎，大家吃觉得怎么样？对，我觉得蛮不错。林秀，你觉得怎么样？盖，快点讲话好不好？德龙，我真的觉得很不错，因为其实是不是在喜欢我们的那个 cinnamon bun 都很厚，对不对？你有没有吃过那种超大的这么大，不知道该怎么咬的？你可以一整个礼拜都吃，然后都吃不完。我觉得这个整个全身都是那个味道。对对，所以这个就刚刚好，而且很嫩。马丁赞，不错，好吃，我觉得好吃。秉秀，你觉得？我觉得嘞，我觉得很好吃。这位参赛者，请坐下来。平常不会是甜点，就这个可以，这很好吃。因为我甜点太甜嘛，那就不会太甜。韩国有类似的吗？对，韩国也有，就好像吃过，但是
比韩国的比较好吃的感觉。哦，哎呀，哎，目前都是正面的，好，搞了我想外带回去。而且我最怕的是你在外面买这种东西，通常那个里面的那个肉桂酱的比例。没有跟它的面包一样，你懂我意思吗？可能是有时候太少，或者说太多，这比例刚好。刚我们这边已经讲过了，就是一咬全部，对。所以你们都不加 icing 吗？那个白色没有 icing， 这个太多了，只有美国才会这样加。你在瑞典绝对不会遭到有爱心的，因为你知道美国吃的那个肉桂卷上面一层糖霜，你都不知道，你完全吃进去都 Oh my God， 小百合，所以我们加了我们的珍珠糖啊，对，日本也有，日本的那个面包店也有卖这种的那个肉桂卷，可是完全变成日式，比如说那个面包是日本的话就很软很软，然后很厚的，然后里面是又加那个苹果之类啊，对，这改成完全是太多了，对。可是今天吃的哦，终于知道这是当地的味道。这谁准你吃第二个哈？梁鹤群，我的妈耶！我拿第二个吗？这是我明天早餐呢，在这怎么外带一个？还不错，真的不错不错。可是我好奇耶，因为我之前有吃过，可是我之前吃的。比较硬，那我不知道为什么比较硬，可能就是因为他们把这个放在冰箱很久嘛，对不对？那拿出来的时候它会比较硬。那刚刚我吃这个，我觉得很好，这个软度也蛮不错，味道很好。烤有关系，这回去再回烤一下就真的，那湿度真的很好。对，应该就两个重点，就是一个就是让它发酵两次啊，然后因为我们这个真的烤的就是会比较快，酷毙了。哦，那我们第一道马丁全员通过。对呀，接下来也不用参赛了。今天谢谢大家收看喽，知道吗？是不是？他这个 standard 定的那么高，你看，等一下不知道贾斯汀要换另外什么烂东西。下一棒是谁？我跟你讲，你惨了。看一下谁。肉桂卷是瑞典人的国民甜食，马丁今天以浅显易懂的方式制作，大家不妨在家里 DIY 一下吧。马上就来进行下一道甜品。日本甜点都很精致啦，对，它包装纸大概有200多层，对对对，啊，结果打开结果只有那么小一颗，对对对，你现在是怎么有在抱怨的意思？没有，包装啊，这平常流程就观察，哦，那你今天要带来什么日本传统的甜点？嗨，今天要介绍的是介绍这个，跟我一样。跟你一样什么？甜的，大福有点害臊了。大福也是抄我们的甜点啊，什么马吉呀？对啊，是不是我们传统做了多久的马吉？真的，菜市场的阿姨都在买。没有没有，等一下。而且他们只是比较大颗的马吉，大福大吧？就是大福，日本的那个传统的大福的话，以前是放只有豆沙泥，就是红豆泥啊豆沙。可是现在后来有草莓大福之后，现在有不同水果。草莓大福，草莓大福印象比较深刻，对，还里面有加蛋糕，有些还有加 cheesecake， 对，海绵蛋糕，还有加那个汤圆，哦，对，哦，太夸张了，对啊，所以你今天要塞榴莲，对不对？我今天要用这个蜜柑来做水果大福，好，那我们直接做蜜柑大福，是，来，有请，这个比较简单，好特别哦。首先，我大虎的里面有摆豆沙，还有蜜柑嘛，嗯，所以我们是先做一下里面的东西。这是白豆沙，白豆沙不是红豆泥哦。哦，看得出来，我们以为是马吉。嗯，对，白豆沙，白豆沙，白豆沙，我这次是买已经做好的，可是如果你在家里从那个豆来做的话，一定要那个水分是要干一下。然后这个干的状态，它不能太湿润，就对。对，不然它就没办法。整颗它放不进去，好气哦！你认真，你包得住这个蛋糕哦？啊，不可以像做那个饭团一样，会破掉了。不要把它捏出水来哦。可是这个是要包起来嘛，所以我是。米糠会不会被你捏烂掉啊？不会不会，这是慢慢。你说不会的同时，有点出水。其实，对，其实是米糠好紧张啊，米糠紧张啦，米糠好紧张啊，米糠第一次被捏会紧张。对，这个要那个包起来才会有那个不会水。如果没有包好的话，那个外皮包起来的时候，后来那个水分就出来。马吉碰到水就完蛋。你这边这个白豆沙这边是有地震过。等一下，像这样。
样子，这样就可以的。是的。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做外皮，外皮是大虎的那个磨叽，的那个重点，一个白玉粉，如果在台湾要做的话，可以用那个糯米粉，可以代替，然后放一下。然后砂糖，然后呢，加水，多少 CC 的水？四，还没备好，没有啊，到底是不是第一次？我有在考我们，对不对？五十 CC， 对。然后这个是慢慢加一点，不是一次加，慢慢一定要加进去。然后这个，它这有等于有点像我们在弄勾芡粉一样，要慢慢的。这个是一定要那个完全融化，不要有一块一块的那个粉。那有说要温水还是冷水吗？温水比较好。温水比较好。接下来，好，这样就结束了。啊，做完了，你做完了。什么意思？你做完了，好快哦！就那么没有，其实外皮是差不多好，像这样那个做保鲜膜，好，保鲜膜有保鲜膜，有保鲜膜，保鲜膜盖起来，这个是不要那个完全盖起来，就是轻轻的，对对。然后哦，这样就好了，不用微波炉，对，放在微波炉。哦，真的啊，因为冰箱已经满了。哦，不是要加热，加热，这个大概中火，然后中火500瓦，对，1分，然后1分半的时间半，哦，这样就好了，是不是？那你接下来要带什么舞蹈？好了没？他们带来什么舞蹈？这一分半要干嘛？哎呀，节目给你做好成品，做好了，哦，外皮是这样，一分半完了之后就会变这样，它就会变这样。对，就外面哦，有一点透明的，对，是我们看到那大幅的外面，磨起的那个质感的时候才打那个出来，然后像这样子，先把它弄平，压了，然后啊，我忘记讲了，就是这个这次用的那个蜜柑，蜜柑是茂谷柑啊，或者是日本的蜜柑一样，比较小颗、比较边边的才可以用哦。如果我用那个流丁做的话，就太大颗，太大颗，或是橘子也不行，对啊。开始了，这个包起来就结束了哦。啊，就这样，好快耶！对啊，已经做好了这个，然后在外皮的时候，这个有超。你要小心包，不要让它又出水哦。怎么感觉它好像很没有弹性啊？这个。对啊。等一下，这个有的人是在家里做的时候，靠这样子，像这样子是对洞，或是那个破掉的时候，这个还可以救的。破洞呢？用水。还可以救，中指吗？跟着观众比中指。Oh my god！ 不要生气嘛，小白来温柔可爱，怎么经常那么礼貌一点？我就想问，怎么破洞而已？礼貌一点吧。快哦，这个还可以修的，如果用那个使的用水的话，还可以这样修。哦，这样子。好的。哎，接下来是水修完之后再撑开，又破了。等一下哦，然后这样子，又再一场哦。刚出来的那个热乎乎的外皮的话，比较更容易对，像这样子，然后这样子，一开始是这样，可是这个也有窍门，嗨，再用水，然后四个点要。要包水饺咯，对，像包水饺一样，包水饺这种的感觉，把它包起来啦，对，等于它是外面的那一层包皮呀，包的皮，还可以用水补，对了，好，这样，因为其实这个皮我们放外面，开三指了，哎，怎么会这样？因为其实这包的皮我们放在外面有点干了，硬了，我们其实有一个完成品啦，对，都是刚刚小百合提早来做的，对，因为你刚从微波炉拿出来热热的那个比较好。对，我们看一下你的完成品。重点是看起来非常的漂亮，你看，哦，真的耶，真的，我觉得很有层次。为什么呢？对，因为呢，一咬下去第一口，它的那个里面的那个柑橘会先化在嘴巴里面，水分先掉进去，最后那个外面的那个 QQ 的那个留在嘴巴，你可以咬。然后再加上那个白那个白沙豆，那个好好吃哦，很好吃。因为其实蜜柑其实甜，但是其实咬下去相比外面那一层还是有点酸，对，酸甜两个综合刚好。白豆沙加的很棒，没有籽哎，是没有籽，我也吃到没有籽的，好幸运哦。对面，我的有籽。
我的也有味道啦，我是味道，我鸟不好吃啦。没有没有没有，我本来是怕，因为他把它放在微波里面，我本来是怕那个橘那个米糠会很干。但是完全没有，还是那个水分很多。那个是外皮啦，你有？它是外皮放在那个微波炉，你有没有在看节目啊？我从这个角度看，我看不到好吗？外皮做外皮的时候加热，对。这段剪掉，下一位。就好喜欢 QQ 的皮，然后它是用自然的糖果，就是水果，我最喜欢。其实通常会吃水果，不是这种水果放在甜点里就是好吃。对啊，嘿，李秀。好吃，但是太多吃，太多吃，太多吃，克数克数，这个不是我害的，对，我都是因为你多子多孙呐，谢谢哈，我觉得不错啊，我觉得不错，但这个甜粉不会太甜了，然后那个。甜的味道就是从这个水果出来，我觉得蛮适合，非常好吃，棒，很棒，很棒。马丁喜欢吗？我喜欢啊，我觉得真的很不错啊。像刚刚听到的，就是它有那个水果汁跑出来啊，然后就偏酸的，然后就用那个包那个皮啊再包起来，我觉得很好吃啊，好酷哦，很好的 mix， 真的。而且刚刚那个工序也都很简单，对，自己在家里也可以做。为什么我不能包榴莲？你告诉我。可以啊，我的米卡拿出来只是大。可以回去包包，回去包，就是还没有去放奇异果也可以做，都可以啊，奇异果也可以，好不好？好，谢谢小百合。狮子头也可以，不要，不要，狮子头，谢谢小百合，谢谢。日韩大战接下来就是韩国了。想不到日本经典的国民甜品，只要简单几个步骤就能完成，而吃起来更是令人惊艳。紧接着来看看金炳秀会带来什么甜品呢？哇塞，韩国的甜点怎么感觉看起来给西很多呢？是，而且刚刚都西式的嘛，这个口味搞不好跟我们的很接近哦。我今天要做的就是韩国的传统的甜点，是我们从朝鲜时代就下来的，就所以我们这个是应该很多人已经喝过的，就有一个罐装的有一个饮料。天哪，你的睫毛也太长了吧！我现在才看到了，人家在介绍甜点，你在看哪里？你在看哪里？福音针的睫毛啊？你自己看他睫毛怎么样？好了，你今天要做什么甜点啊？对，所以我们这个是甜米露，我知道。怎么样？你有吃过这个，凯莉？我在韩国的时候，那个时候好像是泡完温泉或是烤箱出去，外面会卖这个。对，我们超级好喝。我自从那天喝完之后，我每天在韩国都喝。对，但是超好喝。我等一下，我就你们不要误会，因为我这个第二次做过而已，所以可能是不好吃。凯莉，你要不要来帮他一下？对，好，来帮他一下，因为你们两个看起来真的很像兄弟，叫兄妹。兄弟，兄妹，怎么了？兄弟，兄妹啦，兄妹脸呢？我顺便学一下。我们超像，你们两个看一下镜头，怎么会这样？很像吗？哎，三号，超像的耶！像啊，为什么像？有，真的，好像哦。好了，你回去不要胡闹。我们先准备这个麦芽，麦芽好像在台湾是只有在那个中药店才可以买的，但是韩国的超市都可以买得到。然后第二个是那个白糖跟那个一个姜是一点点就好。然后我们先这个在面部里面放麦芽，然后放在水里面，整个全部麦芽，对，全部都放在水里面，然后就是我们在里面就跟洗衣服一样这样一直搓它，对，哇，爱玉的好特别的概念，有白白咻咻的出来了，对，是什么？我都用洗衣机耶，他们都是那个麦芽粉，看想要浓一点就是要放这样就好了，那你要多浓，或者是就不想要浓，不想要想要淡一点要把那这样算浓还淡？然后这样是有点淡的，哦，所以要的是那个水，对，要的是这个水，然后这个要放你要的如果。是这个颜色，我洗完澡的水也是这个颜色。你应该有带点黑，有带点黑吧？你有那么脏？那是咸的啦。这个要放就4个小时。4个钟头？对，因为4个小时，等一下它下面有一个正点的东，沉淀的东西。然后我们不要用那个沉淀的东西，我们只要用过滤，要过滤的，对，透明的那一层。所以4个小时是要让它沉淀过滤的。4个小时，所以这是放完4个小时后就这么轻哦。他刚刚有讲了，前面你如果要再浓一点，可以放久。对，就洗久一点。对对对，洗久一点，然后沉淀东西丢掉，然后我们用上面那个透明的，就会变成这一桶，就变成这一桶。然后这个要放，然后
我们要用那个米饭，但是要比一般我们吃的米饭更硬啊，硬一点，硬硬一点，然后就隔夜一点的米饭跟这个水一起放进去。嗯、然后那个这里锅子里面啊，这个啊电锅里面，嗯，然后要保温6到8个小时，保温就好了，对，保温就不用再煮过了，按保温啊，对对对，哇，所以总共加起来要十几个小时，对，要放进去。这一个东西，你现在手上的这个放进电锅的这个，就是我们已经过滤过的这个。的麦芽水，再加上煮好的两碗比较干的饭，现在只要按保温，对，保温，然后因为我们这个也是要等效果、嗯、对对对，效那个啊发酵、嗯、那个等发酵8个小时以后，它变成对，它变成它里面的有几个米就是上来浮上来浮上来的东西要浮上来要7天，还要对8个小时后，那浮上来的米全部都丢掉。哦，我们只要用下哦，我们只要用那个下面的东西，对，我们都行。然后好用，为什么？然后放在那个电锅，对，放进电锅里面，保温。哦，对。对，那再次强调，那个电锅是台湾发明的，跟韩国没有关系。韩国的电锅比较好吧？都用韩国的电锅啊！我觉得可以为这个甜点打分数了，可以的吧？可以的，可以的，是吧？下一位。然后那个等八个小时，那个发酵好的东西要放在锅子里面。哎，所以我的命要够长才吃得到这道甜点，对对对，很费时。差不多一天需要一天。啊，等到你要吃到的时候，哎，差不多又跨年哦。然后里面要放那个糖，要开火吗？啊，对，要开火，要放糖啊。哦，你说开火的时候就放糖，还是要等开火的时候要放糖就 OK？ 啊，它不是已经浮在上面了吗？哦，没有，我们那个糖还没放进去，糖还没放。对对对，我们刚才浮上去是前面只有麦芽跟那个米饭而已，是。然后糖放进去，糖放进去，哎。糖粉，还有糖粉，对，姜一点点而已，因为姜只是要那个风，为了那个风味而已。味而已对，然后这个煮完姜全部都拔掉，姜要捞出来。对，哎，这样叫一点点，这很多呢。真嫩姜、老姜，真嫩姜、老姜，对对对，这样子而已，对，都可以。就看它是不用去皮啊，它皮在上面。对，然后这样子煮还是要1个小时左右，所以我们又要1个小时。我们其实它做的其实很简单，但是要等的时间太久。大家从早上起床就要开始煮到晚上。那整个做完，我儿子会不会大学毕业了？然后这个煮的时候，我们不能放着休息。嗯，对，不能放着，我们一直看它，然后那个它泡泡。那个很像火锅一样，那个泡泡出来，捞出来，那个全部都拔掉。一直看它，对，一直看它。所以做这一道，一直看它日久生情，万一有感情了怎么办？而且做这一道甜点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记得要接导尿管。因为你根本站在那边不能离开，对哈，你又不让人家走，对不对？但是如果对对对，可能会1个小时以内吧，就是40分、50分左右。那要怎么分辨它好了？嗯，就看泡泡没有出来就是结束，它就再也不出泡了。对对对对对。OK， 好，那如果再不出泡之后再拿出来就可以了嘛，对不对？对，就可以。所以我们有2种方式吃，是温的跟冰的。哦。但是平常都是冰的吃。所以你这边也有成品，对不对？对，这边有成品。OK。对，我桌上我们大家也有啦，大家可以吃一下。我们都吃完了，好好吃。为什么变成颜色？颜色好深哦，它煮完都变成这个有点咖啡色。对对对，哦，因为这是外面买的呀。没有没有没有，这个是我煮的，因为外面买的，我们不会介意的。没有，但是我觉得这个真的不好吃，因为我妈妈小时候帮我煮的都是很好吃，但是我觉得这个我吃过。你在我们要试吃之前说这不好吃，可是我觉得很好吃，我觉得很好吃，我被吃完了。很多那种啊，第二天要考试说都没看书，结果考100分呢。对啊。很多次吧，你在干什么啦？你如果有吃过糯米桂圆粥啊，你就会知道那个味道，但它的味道多了一个姜的味道，少了桂圆的味道，它有点介于我们的小米跟酒酿之间。都可以自己调，就是什么浓度、什么甜度都可以自己调，因为如果不喜欢甜的，就要那个糖要放。
小一点。好想放龙眼干哦。对对啊，是。而且它那个姜只是姜片放进去一起煮一下，然后再把它捞起来。你看那个整个姜的味道，口韵都是那个姜。我觉得很适合冬天吃哎，很适合外面淋了一场大雨之后回来吃这一碗。淋了一场大雨，你还要回来煮十个钟头才吃得到，别重感冒。不是真的真的啊，就是有点像台湾那种甜酒酿啊，可是就没有酒味啊，然后没有汤圆。然后就是我是就比较不会把它当甜点。我觉得韩国人很可怜啊，哇，怎么会吃这个？你们好像在吃初鱼哎。没有没有，应该是我做错的。真的，你看他这样，然后吃饭好多的颜色。这个我很喜欢哎，是不是？其实，在日本也有类似的东西，叫做甘酒。这个甘酒其实是发酵的嘛，发酵过的东西，所以那个对皮肤、对那个美容跟健康非常的好，女生都喜欢喝这个。还有这个甘酒减肥法这个字，对，这个是很好喝。你看小百合就是会做人，真的，他都不得罪。我是觉得不错，口感不错，不过我觉得不够叠吧。听完就知道这个哦，只有亚洲的朋友喜欢，真的，老外他真的看不懂。我喜欢吃中文化的嘛，没有什么负担，没关系。有人嫌他炳秀的甜点，对不对？我看他接下来上来要做什么。哎呦，经典的韩国古早味甜品甜米露，虽然做工费时，但不走和食材却很简易，炎炎夏日来一碗，清凉又消暑哦。紧接着压轴甜点上场喽。做什么？最热情的巴西。我跟你讲，我今天看到这么多点点，我今天特别要准备一个女孩子非常喜欢的点点。什么？这个就是巴西美冠。吃起来又优雅，而且女生很喜欢。酸酸甜甜的，这个是女生最爱的，好不好？这个是女生最爱，酸酸甜甜，对，不会腻，而且它都是水果嘛，比前面的健康不知道几百倍。健康多了，健康多了。那我们今天我先大家跟简单跟大家说一下，是非常简单哦。这个要在家里可以准备。我先必须要就是有一个果汁机，果汁机，只要果汁机就可以了。然后放在重量那个重量机上面。对对对对对，称重。然后再来，我们倒了这个是蓝莓，蓝莓啊，冷冻蓝莓，蓝莓超贵的耶，而且营养价值超高。自己在家里吃嘛，吃好一点 OK。其实蓝莓我们是可以买回来冷冻，那可以。而且我们值得，对。你要多少？贵了，120左右，120。对，然后我们再来就加这个 Tropical Bun 这个巴西莓粉，哇，它是粉状的哈，它是粉状，哇，真贵哦。为什么粉状你知道吗？因为这个巴西莓哦，它是很硬，你没有办法可以直接吃，所以我们巴西那边有办法可以把它变粉，然后这个粉就摆起来，对，没错，真的很难喝感觉。哇，这个很健康，很健康哦。然后再来，我们再加这个不是牛奶，这个是杏仁奶。然后我们再来，我就打。哇，哦，颜色好美哦，漂亮的颜色。哎，夏天这样吃多开心！对，而且很健康又清爽甜的。而且它的颜色很漂亮，紫色，非常适合这个颜色。好了，差不多了，这样就好了。哦，给你看一下。好漂亮的颜色，漂亮啊，对不对？对，观众朋友看一下，打得很碎，很碎，对对。而且它不是水水的，为什么？因为我家的那个冷美哈，它是冷冻的冷美，所以你打的时候它不会冰沙的感觉，它不会碎。对啦，而且你又加杏仁奶啦，所以它会糊糊的这样子。哇，这个罐子最近很夯哎，对，做沙拉什么，一定要买一罐在家里。对。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要把它倒进来，是哦啊，倒进来之后，这个我们巴西莓的这个果汁已经做好了嘛，对不对？对。那我们现在就是我这边是选了一些水果，因为我觉得这些水果会搭配这个巴西莓的这个味道。对。哦，那你可以吃非常高级营养非常高的，然后这个味道也是不错的。所以我会开始，我第一个这边是我会加这个坚果类的。麦片是也是我们餐厅那边自己做的，优咖咖啡做的，非常非常健康，好香哦。哎 ，granola 是吗 ？granola， 哎，好好，非常非常好。你说这是在你们优咖，那我们去买就好，干嘛自己在家做啊？没有，因为有时候你
你想要每天健康嘛，你想要吃每天吃好吃，每天吃健康，你没办法可以每天到一个餐厅吃嘛。所以我们不能每天去你们咖啡店吗？没有没有，太贵了吧？也是可以，也是可以。你是说开玩笑？没有，自己去买那个不见得对呀。对呀，其实你可以自己选择啦，比如说像一些坚果类啊、麦片类啊，都可以卖你。可以可以，没错。对啊，这是我们餐厅那边卖的，这个卖的很好，因为大家都会喜欢的。其实我以前去你们那边吃，真的很好吃。对，哎，真认真的，就是我在美国的时候也是，健身完之后他们都很卖很多这一种的，健身完一碗就很饱又很健康。因为这个应该是说女孩子会喜欢，因为它是点点酸酸的，然后它非常健康，抗氧化什么，那男生也是可以吃，因为。巴西那边我们都很多男生，就是去运动之前，他们都会吃把这个营养全部放在身体里面。对，是这边会有新鲜的蓝莓。哇，太漂亮了！在上面。放些水果放在杯子，他们就那么满足。现在就是注重养生，对，养生很重要，不知道他在吃什么。谢谢哦，你们要学习 ，very important， 这个非常重要。哎，不好意思，阿龙，你怎么还没走？我去了。这是什么？然后最上面这边我会加一点点奇亚籽。哦，还有奇亚籽跟这个是椰子粉，奇亚籽跟椰子丝啦。哇，好会！就食材来看，已经是把前面全部打挂，太会了啦！我跟你讲，因为它已经接近要完成了嘛，所以我们桌上也有，大家可以吃一下。然后后来就是，如果你要把它变漂亮，你就把一个西瓜放在旁边这边，那就完成了。完成了！我要吃，我要吃。漂亮，那丹尼的巴西莓罐上菜啦，上菜了，大家可以吃哦。那我们建议就是要吃的时候，把所有的水果往下去浇一浇。哦，你看，把水搅拌一下，搅在里面。对，哇，好喜欢吃这个。你看，尤其是我们说的那个 granola 嘛，因为那个我觉得我都是想要就是多一点 granola， 然后就是一直在那边有那个脆脆的感觉哦，好吃哦。真的，搭配那些所有的水果，然后每一口都不同的水果，我喜欢这样子，就一直变来变去，好吃了，口感丰富。哦，真的很棒耶！哎，我真的没有想到你可以把很多水果切一切，然后放在里面，就好了哦。对啊，是不是？来选一下，你可以这么简单，居然比好吃，这么简单，居然比你的甜甜圈还好吃，哎，真的，说实话，真的好吃啦，又健康，对不对？德龙，好吃是好吃。但我也不爽啊，就只是把水果放进去啊，这样子他们很用心，我们很传统的料理拿出来，你到底送他们什么好处？没有，真的很好吃，真的好吃嘛。而且两个今天最符合你们的一句话就是白忙一场啊。而且阿龙，你下次要站起来，你可不可以讲一下，我们摄影师年纪都大了，吓到，所以他一直跟你啊，跟不到。哎，但是最后真的很好吃啊，好吃啊。冰冰凉凉的，冰秀，棒，真的很好吃，很适合夏天吃的，非常适合夏天，非常适合，对对对，真的。小百合 OK 吗？全世界的所有女生都会喜欢的，对不对？真的，而且说对哦，日本那边这个巴西莓蛮红的，很红的，对，很多人就那个为了美容吃这个。阿萨伊，真的，你说巴西莓是怎样抗氧化？抗氧化，巴西莓抗氧化，欧米伽三啊，对，很多维他命，所以非常对身体。而且巴西人做巴西莓就对了，对不对？哎呦，现在露营的你们都要爱健康，然后就露营完了，你们都是冰淇淋当当当。没有没有没有，我们是要健康的，没有没有，真的做完了。运动完去吃了，真的，对啊，而且呢，听起来听刚刚的评语呢，胜负也已经相当的明显啦。再次谢谢费丹尼巴西莓罐，费丹尼所带来的巴西莓罐，没想到做法既简单又健康，如此轻松又优雅的甜点，大家一定要 DIY 试试哦。
哇，今天这集太精彩了，是，对，由那个费丹尼带来的唯一一道，对，这个巴西玫瑰，漂亮的，还有马丁的，还有马丁的，对，马丁的，马丁很棒，马丁很棒。其实纵观来讲呢，夏天的脚步越来越近了嘛，对不对？自己在家动手 DIY 做一做，对不对？健康而且又有饱足感，是。今天谢谢你们的分享，谢谢，我们是志强，下次见，拜拜。加拿大有什么甜点代表呢？啊、加拿大甜点就是蜂糖系列，对啊，做蜂蜜，今天要做蜂糖果冰系列，是蜂糖热蜂糖饼、臭豆腐。Yeah! 好了，谢谢阿龙，谢谢。没有啦，真的有一个很特别、很传统，真的是加拿大人发明的。今天绝对不会有这些人说是他们发明的，真的 100% 真的 100% Canadian。所以我要做的东西叫做，中文名字是奶奶摸。奶奶摸 bar， 奶奶摸 bar， 奶奶摸，奶奶摸什么 bar？ 他的名字那么特别，奶奶摸 bar， 为什么你念起来那么奇怪？对，为什么？要换你念。没有 ，Nanaimo 是一个小城镇，是在温哥华附近。那在那边有一个人，在大概1950年那时候发明了这个甜点，然后很多人本来在做，然后总做了一个比赛，那就是现在这个甜点就是那个得第一名的那个比赛最传统的，要给你们留下来的那一个食物。那关你什么事？哎，没想到你会做，这是超传统的加拿大的一个甜点，好不好？要实际操作，我们要开始操作。对，我们就先开始做好了。对，所以先三个，你看东西好多，对啊，感觉它是器皿，看起来很厉害。是怎么样？隔水加热还是在干嘛？对对，隔水加热。对对，它现在在热奶油，奶油就先让它，然后砂糖，砂糖有专业，有专业。然后这个是可可粉，可可粉，可可粉，对，这是不苦的那一种。因为其实这个甜点有三层 ，OK， 而且你知道这个很适合，因为我们很喜欢看那个。冰上去滚球，对吗？然后有三个阶段，那你在前面比赛开始前可以做第一层，然后看第一段，然后再做第二层，然后再看第一段，再做第三个，它这么简单，而且就在这样的时间里面就完成了，就可以完成。很抱歉，台湾很少人看冰上去，没关系，很多东西都可以。它基本我的意思就是它很简单，简单很简单，而且除了这些以外，加热都完全都不需要这些烤箱。那这个要到什么样的程度？融掉？这个要先融掉，对。是。而且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哦。哦。这个食谱，如果我们有这些食谱会给你们的话，最好用一个8寸方形的一个容器，不然它的层次的比例会不对。OK， 所以用一个八寸，大概20公分的，然后正方、长方形、正方形，这样继续融吗？对啊，就让它继续加热。对，好，好，然后那你现在要干嘛？因为待会我们就会把一个鸡蛋，搅拌的鸡蛋，我们会把它。掉进去，所以是待会嘛，对不对？待会。那你，所以你现在有空吗？啊，我有空。那你干嘛不自己搅啊？这火会不会太大啊？对 ，OK。那我们先啊，一颗全蛋已经倒下去了。对。好，因为这样会让我们的巧克力就变得更浓。哦。对。OK， 这个已经关掉了，我已经关火了。对。嗯。不想要你那个蛋都真的被会变熟，蛋花汤变蛋花。你看它有多浓稠，对不对？那我应该可以关火之后再加蛋吧？看你啊，怎么看你？我不是专家。说实话，我第一次做甜点，所以你说对，你应该说对，我完全不知道。对，我就是尽量，好不好？我们现在需要一个东西把它拿出来嘛，不然我怕它真的会太。那你要把它拿到哪里？我不知道，我放这里就好。把它放在两个小亮哥脸上。OK， 我们待会就让它先放一下。好浓，好浓哦，好浓郁哦。对，那接下来这里还是我们。最下面的那个，我们这里有那个微化冰粉，没错没错。OK， 然后我们要加椰子粉，那个 coconut 椰子粉。其实微化冰粉你可以在那个 Seven Eleven 买微化饼自己回来打。对。其实就大部分的东西，我去了那个原料行会比较方便。这个是杏仁，对，好。搅一搅，搅一搅，感觉这道真的很简单，很简单，对啊，而且不用烤箱，对啊，直接淋上去这样子，哎呦，等一下要搅拌，好浓好浓啊，浓逼了，浓逼了，
这真的是非常丰盛的一个甜点。对，哦，怎么这样就看起来好好吃？哇 ，Oh my god！I seen a meat just down the street. 怎么有点？他这样怎么有点像猫砂里面？没有，他真的很多东西吃的，我食欲瞬间都没了。他很多东西，你看他超级超级多。哎呦，这个猫猫要多喝点水。你加味，你开着头。对，然后我们就把它放在这里。最下面，最下面，对，这是我们最底层的，这才是最下面的而已耶，天哪，第一层，哇哦，你是不是做太多了？没有没有，差不多，因为它会压，你看它会压下去，哦，它会压下去，对，哦，把它压下去，它不会反抗吗？它会怎样反抗？你说说看。啊，有时候它会膨起来啊，就是八公啊，不要压我。然后压完了之后，就可以做上面那一层。第二个，我们要做一个卡士达的一个卡士达酱，卡士达酱，中间了，中间了，中间了，中间夹心夹心。OK， 所以我们这里有卡士达粉，我们要这是什么？这是糖粉，糖粉，这么多，糖粉比较多，然后加卡士达粉，卡士达粉，卡士达粉。一点，这本来是奶油，那我们先把它融化会比较好交化，融化的奶油，还有鲜奶油也是 cream， 对 ，yeah cream， that's right， 哇，真的是很多人就吃一块就觉得很饱，而且这很重点，你那个糖分如果有小块，那个一定要先弄碎，不然你倒的时候就很麻烦。所以弄完之后就把它涂在中层了，是不是？没错，哦，对。这就是第二层啊，对，那一共有十八层，这么快？那是地狱，太多层。对，然后呢，在中层涂完之后，我们还要下油锅了、啊，上刀山啊，没有。我们还有巧克力要淋上去，在最上面，对对对。哇，这甜点肥熟，真的，对啊，又奶油，每一层感觉都很甜。对，好，如果把它涂完中层，然后上层最后就是你旁边那个巧克力要融掉。对对，是。所以我们一样需要那个水要加热，水加热，水加热，可以帮我加热，谢谢。它本来是写，就是你需要微甜的。巧克力，那我不太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一般的巧克力？没有，这个巧克力有趴数的啊，有七十啊，我来不懂，我就买了牛奶巧克力，因为它这个看起来是正常甜的啦。对对，它本来有分两种，所以我没有买那种苦的吧。嗯，那我们要融到什么样程度嘞？就一样，就让它整个融化嘛，不用太高的温度，对，一体的一体的状态嘛，然后我们就会慢慢把我们的巧克力就淋上去，你会有一个比较薄的层次嘛。OK， 对对，这样就三层嘞，对，三层啊，这样子就可以了嘛，这样酱就可以了，对不对？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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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水有点滚喽，有滚了，对对，没有哦，对对对。那因为我们真的现场的关系啊，所以我们有一个半成品嘛，是，对，没错。好，那我们就先把它逮出来好不好？好，对，因为其实这个做完了还要放在冰箱，大概。一个小时，你说冰，你说巧克力淋上之后吗？啊，它硬掉，对不对？对对对，其实最好也是在你第二个层次以后也放，先冰一下。噔噔噔，哦，阿龙上菜喽！不必了，他已经有。嘿，大家都有，大家可以试吃看看好吗？好啊。费丹，你是不是睡着了？没有没有没有，还在。这我们可以挖来吃。哇，它蛮软的嘞。蛮软的，对啊，而且它摆盘看很漂亮。它最好是从冰箱拿出来放个大概十分钟，它会比较软，不然一开始会太硬，对不对？怎么样？怎么样？胡英珍怀孕了？还好，怀孕嘞。我觉得还是有点甜。其实它中间的卡士达酱蛮甜的，然后在这边可以跟你小小分享一下，可以你在最上面那一层巧克力里面上面淋大概一小抓起来盐巴淋一下。因为其实加了一点咸咸的，会让巧克力的味道更香，而且整体不会这么死咸。融的时候就加盐吧，可以，没问题的，嗯，是可以的。因为还中间卡士达酱，我觉得还有点太甜了。OK 吗？你自己会觉得太甜吗？我其实这个，我偶尔会吃，因为我知道它是个加拿大的一个传统的甜点，但它真的太甜了，我很少。对。
对，对，如果是我的话，我比较在吃那个日本那个橘子的那种，我喜欢水果的甜点。但对吧？就想要跟大家分享我们加拿大的文化，好不好？真的，我觉得对啊，它可以改良一点点呐。对啊，真的好甜哦，真的甜。其实我觉得巧克力这三层到底是哪一层的问题？它其实我觉得中间那个卡斯达真的太甜了，它中间卡斯达如果不变的话，它可以加点盐巴，或是它上层的巧克力可以变成是苦甜巧克力，对，真的是完全苦的巧克力。它后面有一些那种坚果咬的那种，其实蛮好吃的，其实是加椰子粉，它的底层做得很好，对对。所以我觉得。如果只有上面那一层，我觉得会太甜。但是我们国外的人都很喜欢吃很甜的东西。你怎么敢讲人家东西甜呢？但是因为它里面有放那些杏仁，我觉得，因为我们国外我们有一个东西叫做 Almond Joy， 它是一个巧克力，然后它里面有那个椰子粉，就是它刚刚放的那个东西，还有杏仁，还有巧克力。哇，我小时候超爱这个东西，所以我给它满分了。哎呦，老板，韩国可以接受那么甜吗？应该韩国女生很喜欢这个，但是我不喜欢，因为我不喜欢太甜的啊。没关系，男生没关系，女生是重点。那你问小百合，讲对，讲到女生喜欢。小百合，你不要在这边给我做人哦，告诉他。你到底对加拿大有什么意见？真的太甜了，哪有你吃了中的？加拿大都很变脸了，可以搭配黑咖啡啊。就说太甜了，他说可以搭黑咖啡，还是太甜？他在呛你，太甜了。那你们俩在一起啊，奇怪。真的太甜，我觉得可以改良一点点啊。是，那刚没有，因为我也喜欢，因为我喜欢的，你一开始咬啊，哎，从上面就是有那种软的，然后就是哎甜的，然后到下面哎有这种有劲的，但是因为中间的就是真的是有一点太多了，所以就是变成哇好甜，然后就是变成就是讲太软了，但是好吃，对，是好吃，做稍微就不甜一点，我觉得就很棒。对对对，丹尼，我今天来讲哦，我觉得上面的这一块真的太甜了，我觉得我个人没办法可以接受。巴西那边，巴西喜欢吃甜的，可是我觉得这个有破掉了，真的。但是下面我觉得，因为它有加那个 nuts， 椰子奶，我觉得会蛮适合。对对对，我喜欢下面。哎，你下面的话说，每次我们在加拿大介绍加拿大的东西的时候，你都好像很惊讶，没看过他们。是，而且他说这个是温哥华的一个小镇嘛。但你明明小弟那时候就是在温哥华，那为什么你好像没有吃过这一些？啊，他去那边学烧麦。那时候住寄宿家庭。啊，轰爸轰妈没有做给你吃吗？啊，轰爸轰妈他们就是不喜欢我。也许这就是我没有吃到的原因。有啊，哎，而且如果不是父母帮你带这个东西，你几乎吃不到，因为这个在外面餐厅是点不到的，它几乎就是家常菜啊，妈妈你做，妈妈传统家传的甜点，多吃点。OK， 好了，我们也学到一招，学会自己在家里做加拿大传统。自己如果嫌太甜，哎，加加减减，哎，对，或是再加点枫糖嘛，找一些加点适合的口味，加点臭豆腐才对了。OK OK， 谢谢阿龙，好，谢谢谢。老贾，你要带什么？ Yeah. 来，我们的贾斯汀要带来他的家乡味，那就是甜甜圈。第一个步骤很简单了，很像马丁的那个，因为我们要做这个面团嘛。Hey. 那我们先把两颗蛋放进去 ，bam， 放进去，对不对？再拿这个，要拌它这样。OK。甜，连打蛋都不太会，不太会打蛋，我跟你讲，我是昨天学会这个。然后我昨天学这个的时候，我给一个德国人吃，他觉得很像他家乡的味道。是。哦。他德国味，所以他到底是德国还是？对，到底美国还是德国？好，哪里？他大的差不多之后哈。你就把奶油，我已经把它融化，比较快了，对不对？你把它倒进去哈。再把一杯的牛奶倒进去，牛奶倒多少？倒多少？一杯，哦、一杯，这有点太多了，我加一杯就好了。嗯，然后再加大概200cc， 这是那个香草精，没错，三滴吧。就把它一点点放进去，那我可以。应该是两三滴耶，太多了吧？不能那个不能太多，一定是有加香草精嘛。你当不然还要加什么精？我可以加狐狸精吗？洗衣精、狐狸精，还是绿油精？什么东西？做你的啦。好了，然后这个我们把它全部的融合在一起，它是那个发酵粉，还有面粉啦。我又想要加花生粉的 flour， 一样。然后还有什
还有盐巴，还有一些糖粉，但是要很细的那种糖粉，对不对？然后你就慢慢开始把它加进去，因为我们这个要做面团哈，它跟那个一样，就是一样要把它搅，一直加进去，才会慢慢做一个面团。一直在偷肉桂卷的前序做，拿出一个已经做好的。哇，肉桂卷的面团，是吧？应该做剩的，是偷那个马丁的肉桂卷吧？对，就是刚刚马丁做的哈。然后其实你只放它15分钟就好了，你就把它盖上去，15分钟就好了，然后它发酵变蓬一点哦。那个完之后呢，这个你等不了，再把它揉。我知道嘛，30×40嘛，做的差不多一公分厚的那个，这至少有5公分的，你到底有没有看啊？我跟你讲，这个是最好玩的，因为就是你要找你想要的那个甜甜圈的大小。那我就在家里先拿我那个喝蛋白汁的那个大小，因为我觉得很棒啊。那所以其实这边都是你喝过的口水，然后你现在把它拿来放在这个甜甜圈的上面。对啊，我可以弃权吗？然后你就这样，很简单，这个小朋友也很喜欢做了。我跟你讲，对，压下去，对不对？再转才会把它切，你看切得很漂亮。再把它压下去这边，哦，好聪明哦！哦 ，Look at it！ Oh my god！ 我终于知道，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我们拿到甜甜圈形状很怪了。Oh my god！ 我不要吃了，哇！是跟我们拿的哦。你看，小人哥收过来，收过来 ，Yeah！ 你看，哇，增进感情。哎，有没有？哦。甜点已经不好吃的画面不好看。再一个，还有一个。Alone， 打丢卡哦，快点了。接下来，好，接下来就把它。完全没有动静，对，不够热，对不对？有了。它等一下就开始浮起来了，变大，浮起来。这就是，这就是。奇怪，这个锅子不是秉秀吃部队锅用的吗？对啊。不要动它，让它炸。只要让它你让它炸到差不多它变成一个金黄色，有点咖啡色，金黄色。对。这一道很简单啦。对啊，就是这个偷那个双胞胎，是的，肉桂卷跟阿龙的巧克力结合的食物。对，没错。好了吗？好了，这金黄色你看不出来吗？啊，最重要的就是 topping 哈，对不对？大家都要看过烧饼，对不对？对，你要这样吗？在干嘛？撒在你手上，全部都是蓖毛啊！这到底要给谁吃啊？都撒在你手上了。好了，那我要吃喽。大家桌上也有嘛？可以试吃一下。这是干净一点的吗？对。我砍到他做，我就不敢吃嘞。它已经硬到就是甩都甩不掉了。是哦，太棒了！甩都甩不掉。你看有没有很好看？很棒。那我们呢？贾斯汀的成品也上菜啦！上菜了。老实说，有点干，真的非常干嘞。那是你炸的哦。这是，那你吃这个？哦，这个是太放太久了，还有点冷掉了。你还有没有那么多借口啊？不是，这个我说一个多小时前炸的，好不好？是，没关系，听听大家怎么需要一杯牛奶。因为我觉得甜甜圈很怕很干，所以会点那种上面酱料很多。我以为美国甜甜圈酱料会很多，那有一点小气耶，对不对？就是很少，对啊。一般那种的会有钱，是因为贾斯汀没钱。对，一般那种会有什么巧克力米呀？对啊，怎么会这么小气啊？综合一下，对不起，齐慧 OK 吗？对啊，我刚刚已经吃完了一份了，但我刚刚吃并不是觉得好吃，是觉得肚子太饿了。因为呢，我跟你讲，真的不要拿来啦，消气。Fresh 的是哦，这感觉更。如果现炸起来会不会好一点？我没有吃，刚吃的就真的吗？现炸的会比较好吃。这个跟你比个反评的机会，很烫哦。这个干到你会对人生失去信心。那是你炸的，怎么样？那是你调的面粉呢，超干的。对啊，超级干的，干。
因为基本上现在起来各位觉得怎么样？因为 我以为你要讲超油或怎么样，超干的。I'm so sorry，、啊、I'm so sorry。怎么会这样啊？欸、希望你的兄弟们会帮你讲一点好话。我也希望。我就是觉得这一定是在你的一些可能逼力啊，或者一些手术的一些问题啊，或者是就是整个就是因为真的是太干的了，真的就是是。是不是？那喜欢吃甜的德龙呢？没有，就喜欢吃甜的没有。其实，但我觉得它简单就好啊。反正太湿了就会有一点，我们不需要那么湿在这里，对不对？我们都干一点嘛。就在面团的那个比例，然后跟它发酵的时间，发酵时间如果让它久一点的话，可能它的面团蓬起来会比较不会这么干，或者是它里面加的那个牛奶的比例。也有差多一点点，多一点点，让它让整个面团稍微湿润一点点、嗯，然后发酵稍微再久一点点。嗯，对 ，OK、嗯。好，那秉秀呢？你还可以忍耐吗？我本来一开始想要讲，就是因为放太久，可是刚做的也是太干，我就有点不好意思。我也不可，我们不没办法接受。也不认同。这个好硬哦。对耶，日本人都说硬，这吃四分之一个就会饱哎，而且日本的冲绳有更好吃的东西，甜甜圈。我觉得这有点像杠子头了，馒头杠子头。冲绳的一个那个黑糖做的，我知道，对球形的，对沙达安德基。不好意思，我们今天是讲美国的，好不好？没有，就是那个是他们那个自己发明出来的，然后他们是从小吃那个长大的，然后拜拜的时候还当个那个贡品。对，那个很好吃，那个甜，那个比较好吃，这个有点也不能比。这个你觉得那个比这个好吃几百倍？这个还要问吗？一百倍，不要再伤害他了。一百倍，这个好像是一个礼拜已经做好，然后放在那个冰箱里面，就是这样。批发的那一次。再次谢谢贾斯汀给我们带来的双胞胎，谢谢。Hello， 大家好，你们订阅我们的 YouTube 了吗？想要看我们幽默帅气的模样？就赶快按下订阅键吧，你们的支持就是我们的动力哦。